我也是打羽球的。真的、啊。小戴回台飙台语萌爆，周天成林洋创造历史，戴季戴季第一名，戴季戴季我爱你，季季季。我也是打羽球的。真的、啊，我们的小戴戴资颖这次冬奥羽球女子单打赢得漂亮，进羽球队一起返台。这次还特别安排空军幻象2000战机在空中伴飞。小戴这次比赛膝盖又添新的战斗勋章，希望回来后可以好好休息养伤。我们谢谢小戴。徐编之后也会继续支持小戴任何决定，没有反问也没关系。第一次站上奥运，我自己觉得跟平常比赛就不太一样嘛，毕竟这个是一个最高的殿堂，然后整个赛事的张力也比较大。对，然后当然在比完赛之后可能会有点难过吧，因为毕竟还是希望可以拿牌啊，对，但现在的话就是想办法再努力让自己更好，然后期许下一次的奥运可以让我有更好的表现。我最想念的是我妈妈做的家常菜，对，因为其实在出国前就已经很长一段时间都在国训中心，很久没有回家了，对，其实我现在最想念的就是妈妈的味道。Hello， 大家好，辛苦大家还跑来这边，就是谢谢大家的支持，这样子，谢谢。想问一下，说刚刚看到那个幻象伴飞射出热焰弹，在飞机上面看到的感觉是怎么样？我觉得每一颗都好贵的感觉。谢谢，就是政府给我们这些鼓励，然后让我们可以真的是感觉到被尊重吧。我相信就是这次羽球队大家的表现都非常好，然后特别是连王麒麟，我觉得他们就创造一个历史。所以我想这是对台湾的羽球界一个很大的要紧。我相信羽球在台湾大家已经有一个比以前更高的地位了。